他什么玩意儿？不就参加个同学会吗？至于吗？对，还至于吗？要说你没有经验呢，人家为什么要求带家属去啊？对呀、啊，人家两口子两口子的，有博士，有硕士，还有成功人士。来来来，再看你俩，怎么的？啥也不是。你俩凭啥这么说呀？哎呦，我还凭啥这么说？大姐，大姐夫啊，我们两口子参加的同学会多了，那是受尽了羞辱啊！啊，大姐，你要想到人家那儿，哎，不被羞辱，你得捯饬捯饬。对，你得比别人强。对，我们两个就是从那个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哎呀，老公啊，那咱俩这。去会不会受辱啊？受辱倒不要紧，我怕回不来了。哎呀，那咋整啊？你放心，大姐，交给我，大姐夫啊，你放心不？我放心，我把你老婆捯饬捯饬，来来来，哎呀，来把你新买的衣服给大姐这都捯饬上，快点快点的。大姐，要我就说你吧，是不是在家做饭都做傻了呀？啊，你说我平时没事在咱家来回就这么转，你老说你头我都瞅闹心了，你就没看看我的打扮，看看我的气质什么的？哎，你得放档次啊。对，你看这一身你再穿上，是不是立马就不一样了？对，你看看，哎，大姐夫你看看，啊，来来来。不是手，哎呀，首饰呢？你说你这小心眼啊，小气鬼，给你老婆买点首饰啊，把你的给她。我带。哎呀，赶紧。我能带上吗？哎，为了咱们家的荣誉。哎呀，出去可不能受辱啊，这个。这我跟你说，这个是我平时出席重要场合带的。哎，你不能把它给糟践了，知道吗？大姐，举着。行，对对，哎对。哎，对了，举。不是，眼镜。眼镜给大姐戴上。对对对，哎，这充满着一种神秘感。对，哎，这行不行？行，来来来，这行了，走，跟大姐夫走吧。去吧，好了吧？哎，好了，成功了。站住！哎，大伙发现没有？我大姐的气质和档次上去了，我大姐夫是不是有点寒酸呢？哎呦，这不行。大姐夫啊，我得给你也捯饬捯饬。我不用捯饬，你不用捯饬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你丢的不是你自己的人呐，你丢的是咱们全家的人呐。米粒家族，对不对？我不去，我不捯饬。你不去不行。二驴子，你能同意吗？不行不行，快点。大姐，你也不能同意，丢咱们家的人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我们都来来来，把我的买的那身休闲的衣服拿来。哎，你穿这个。我跟你说，来来来，大姐夫，伸手。哎，对了，人靠衣服，马靠鞍，知道吧？这太复杂了吧？复杂一点都不复杂，穿这不行，怎么不行啊？你听我的，我觉得不太合适啊，穿上这事儿。我的衣服你穿的绝对有档次，我告诉你。哎，哎，站好，站好。人靠衣服，马靠鞍，来，你站那边。你跟我唱的跟个超人似的，你这也太过分了吧？你们觉得行吗？这都什么眼光啊？你别着急啊，这有原因，为什么不合适啊？哎，有句话说的太好了，这个吃海鲜人的衣服啊，这个吃大葱的人穿上，怎么穿他也是吃大葱的。你这不行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不行，是有点不行，我还不愿意让你。穿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大姐夫穿的像童装。你把我们那件，你买的那件，行了，我就这件挺好的。你别丢人不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出不去这个门。我跟你说，大姐夫，这件衣服可老贵了啊！这是俺们家，我准备给俺家陈世芬打小底的，知道吗？这玩意儿，哎，这个配上了。等会儿，哎，还差点，这个彰显着，哎，咱有钱呢，咱。哎，这个好，哎，这好，哎，好，慢走。哎呦。这就好了，你小心我的眼睛。哎，这就我看看啊，哎哎，你看，哎，可可啊，你看这就来来站一块儿站一块儿，好。哎呦，哎，街坊邻居们，这行不行？哎呀，这有没有面子？这太有样了啊！你听我的没行了，哎呀，气质，哎呀，服装都行了。二驴子啊，教一教大姐这个。这个行为啊，举止啊，别老叫我小名，我告诉你，来来来来来。来来
大姐，来跟着我坐，挺胸，对了，抬头，对了，收腹，对了，提臀，对了，妥了，可以了。大姐吗？啊，不是，你看什么呀？看呀，学呀。我也这样、啊。你别这样啊！啊，你是男士，你是绅士啊！啊，跟我学啊！啊，哎，男人，哎，啊，把肚子挺起来，哎，收胸，胳膊架起来，哎，胳膊架起来啊！哎，哎，45度斜视啊，45度斜视，走，反了，往右边看，走，好，就这个姿势啊。我们两个给你们示范一下，怎么样进这个会场啊？来来来，看着学一学，哎，学着点、啊，要谦虚，学着点啊！嗯、来 ，music。大姐大姐夫啊30年没见了啊，缓缓地步入会场。music， 快点走啊！哎哎哎哎！不是，你俩诈尸了是怎么着呀？大战僵尸呢，一会儿再把人观众。我不拦着他都跳下去了都。哎我的天！能不能好好走啊？来 ，music， 接着走。成功了！街坊邻居们，这行不行？行什么行？这太过分了吧！什么太？哎，街坊邻居都说行，你说不行？行了啊，气质，啊，都上来了，服装都上来了。对，关键这是个言谈，我得教教你们。30多年的同学没见面了，第一次见面啊。嗯。啊，假如啊，我们两口子就是你的同学，第一次见面啊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来来，谢夫人来的啊！谢夫人来啊，来。嗯，咦，大美丽，哈哈，好久不见，哇！你好，马美丽，好久没见，啊、站住！啊！你干什么呀？你不是好久没见吗？好久没见就没见吧，你要干嘛呀？你要？不是你刚才亲我媳妇了？我你媳妇我可以随便亲，我媳妇你可不能亲。我给你做示范。我怎么你接着来？你还进去了？好，来来。大米粒，这位是、啊，这是我在国外发展的老公。哟、啊，哇！哎呦，国外发展长得很帅吗？好帅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在哪儿高就啊？在。国外高就、啊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在国外干物业。朽木不可雕啊！你忘不了，你就是个物业的，是不是、哎？我本来就是干物业的嘛。我告诉你，到了这种同学会，啊、你尽量不要说话。哦、啊。如果说话的话，你就说外国话。对。说啥外国话呀？我教你啊。啊。不管怎么问啊，你就一句话啊！注意啊，跟我学啊！阿古勒 A， 阿古勒 B， 阿古勒 C，C， 阿古勒 D。阿古勒 A， 阿古勒 B， 阿古勒 C， 阿古勒 D。对了对了，他哎，不是妹夫，这啥意思啊？我哪知道啥意思呀、啊？你放心，那个国家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哎，再来一遍啊！再来一遍啊！嗯，达米利，达米利，要要好找，拦不住了这还。这位是啊，这位是我在国外发
展的老公。哦呦，长得很帅嘛。哦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在哪儿高就啊？姐夫都会才艺展示了，成功了，走了，这行了，这什么才艺展示？这还让人活不啊？啊，不就是参加个同学会吗？你看你们给我们俩折腾的，你大姐本来挺好的，弄得跟个蓝精灵似的。为了你干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不就参加个同学会吗？至于这么装吗？那不为了你们好吗？好心当了驴肝肺。哎呀，你们是去干嘛去啊？参加同学会。现在参加同学会就是得互相比，互相攀，还怎么着呀你啊？那就是个秀，那就是个舞台。就是，干嘛非要装啊？哎呦，非要装啊！我告诉你们，第一次我参加同学会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两口子一样，素颜，什么都没装，我去的，那是受尽了屈辱啊。后来我就装，我次次都装。一直装到现在，你猜怎么样？现在同学搞同学会都不叫我了。你知道为啥不叫你吗？我成功了呗。成功？你拉倒吧，你还成功？干啥呀这是？啊，同学会是个挺好的事情，过去没有这个条件，对吧？现在科技水平上来了，大家多年没见了，是吧？好不容易联系上了，30多年。彼此之间一种想念，一种感情的叙述，一种回忆当年青春的感觉，跑那儿去争个高低贵贱的有意思吗？对，老公说的对，我们就不装了，我们是啥样就啥样，装什么是啥样就啥样，干什么玩意儿装到这个，拿走，拿走。哎呀，呵，这是我媳妇儿，这是我跟你说啊，咱俩不装啊。对，咱俩就这么去，没错，我就骑着自行车带你，咱不嫌丢人就行。丢啥人呢？你要是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啊，肯定我那些同学可羡慕我了。为啥羡慕你呢？那当然了，你想想啊，就我这驼，一般人能驮动我吗？我明白，咱家自行车结实。啥自行车结实？我是说你好，你好，我就好。啊。去赴死去吧！哎呀，老公啊，不听人劝。我觉得大姐夫说的有道理啊。有什么道理啊？以后咱俩也别装了啊！再去参加同学会，咱不开车，咱也骑自行车去。骑自行车？那我也驮不动你。我也不用你驮呀。怎么的？你驮我呀？你想的美，我蹬你搁后边跑，我好你就好了吗？